阵型体面点。分钟的游戏怎么玩呢？两队将各派出两位成员，形成一个人。所以我要说，你今天非常漂亮，就像这样。对，所以两队各请各派出两个人员，两个队员组成一个。两队各派两个成员来到中间来，所以现在你们是一个人哦，一个人哦，所以现在是两个人，所以我们需要两个角色，有什么建议吗？各位，建议两个角色，夫妇，还有吗？孕妇，啊，孕妇，还有吗？夫妇、孕妇、乞丐、小偷、男女朋友。我觉得就男女朋友好不好？男女朋友，男女朋友在哪里呢？我在现场。什么？热情的沙漠。沙漠怎样也热情？热情的沙漠是怎么样的呢？好热情的，就让他们试试看吧。对。所以就一对男女朋友在热情的沙漠。很好，团队精神哦。两十五秒，准备北斗七星评分，三二
一八九八八三十三分。好，接下来给我们的来自星星的我，零分三二一六六五四二十一分。好，谢谢两队，真的很好啊，请大家慢慢鼓励。小心，老家们第一次鼓演精神非常好，大家都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在舞台上面表演已经很不错了。嗯，好，那我们可以第一轮就已经结束，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最高的六队进入第二轮的队伍有，首先最高分三十三分，北斗七星。接下来有三十二分，蒙隔壁的老王，还有猛鬼总动员。接下来三十一分的有黑色幽默，再来三十分女黄星，最后最高分的队伍我们有两队，有小麦草跟还有动感战队都二十七分。那我们看怎么办呢？蒋勋老师。老师，我给你。好聪明。那我们就请这两队上台，我们比一个游戏，好不好？好，请小麦草和动感战队上台。然后我想看他们表演双体人形 ，Double Figure。好，双体人形呢是一个两队一起玩的游戏，那这个游戏很简单也非常有趣。对，就由后面的人做手，然后前面的人呢他把手放在后面，这里我碰不了。所以呢前面的人负责说话，后面的人负责做手势，这样子呢他们用机智啊还有创意来展现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故事，明白吗？好，那我们请两队各派两个成员组成一个团，一个人出来，好不好？两队各派先派两个成员，不论谁前面谁后面。好，两个成员是我们需要两个角色，来，两个角色有什么？小三。小三好负面啊。流氓还有纪律主任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学校还有吗？在游泳池。在游泳池。坟场。我觉得在游泳池。游泳池不错。哦，不错。好，再来就在游泳池，一个流氓和一个纪律主任。OK， 好，我们给他们十五秒的时间准备。十五、四、十三、十二、十一、十。天气真热啊，来游泳池凉快凉快。喂，为什么你会站在这里？你不是我们学校出名的流氓吗？我还没发现了，我还没回去迎接校长。我没做事，我还没做事呢，等等等等。做事，有事啊？想找茬吗？你忘了你上个星期还被我留下来吗？被你留跑，你没看到我？我。你来找茬。
对呀、啊。这可是我们学校纪律的吗？讲纪律啊！你当什么学校？道具做回去，好吧？道具做回去。嗯，该两队有出来过的队员都可以站在中间。所以我们来评一评分吧。你们可以站靠近。OK， 好，首先我们给我们的小麦草评分：3、2、1、6、6、6、7、2、15分。接下来是我们的动感战队，1、2、3、7、8、6、6、27分，所以现晋级到第二轮的就是我们的动感战队，谢谢两队，现在会让后台去休息一下。啊，经过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到了中场休息了。所以接下来很快我们将进行第二轮的比赛，还没有中场休息啊，大家先别走。所以首先我们会由北斗七星还有隔壁的老王对垒。哎呦，等一等，等一等，让我看一下。对，对不起，是隔壁的老王和动感战队，所以动感战队其实你们不用相信的。隔壁的老王，请上来。OK 呀、啊，直接去吧。啊，我们直接进去。所以隔壁的老王还有动物。好，摆好你们的阵型。所以两队请各派出你们的队长。谁队长？队长。队长。所以好，那你要投还是花？要投。所以结果是投，所以由我们的动，这是这里是老王，动感战队挑战我们隔壁的老王。我们抓紧时间，时间，请快点挑战什么游戏？老师可以吗？你觉得他们应该玩新的游戏还是三字经 OK？ 好啊，三字经吧。好，可是现在不是最高峰的两队对垒吗？对，我刚才看错号码，因为我刚才把他第一回合的分数跟那队伍放在一起。对啊，所以我们你要换回最高两分队伍吗？对啊。哦，好，那最高两分是谁啊？不是刚才的顺序就不是了吗？北斗七星就是最高，然后顺下去就是最高到最低的了，已经。嗯，对啊，刚才已经是这样。北斗七星跟隔壁的老王。哦。对啊。哎，不是，我错了，我看错了，到他了，到他了，轮到我了。那现在我们赶快有请啊，隔壁的北斗七星上台。好，我们再来对一次吧，对上对上，注意，组长，队长，队长，
我们需要挑战，重新选游戏，所以你要这个好。所以结局是花，所以由我们的肥隔壁的老王挑战北斗七星。因为是比身份低，所以两队将会派一个成员扮演一个非常身份非常高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们需要用他们考验他们应变能力来比看谁在结束时他们身份看起来比较低，所以他们就比看谁看谁比较惨啊，比较可怜啊之类的。但是啊，同时要比较有正面的信息的。好，请两队各派一个代表来，各队派一个代表。现在我们需要呢两个身份阶级比较高的一个啊，他们有人物啊，有什么身份比较高的一个角色呢？就比如说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知道吧？神仙还有什么吗？有什么？奥巴马。对不起，只要大声一点听不到，大声一点就被观众，被观众，他有的受众。再说一次，总统，所以是两个国家的总统，他们是两个国家的总统，他们需要比看谁的身份比较低。对，好，我们给他们15秒时间准备。哦，对，场所，场所需要吗？哦，对不起，我又忘了场所，真的。我忘了场所啊，场所在哪里？总统在哪里呢？在哪里遇见？两个总统在哪里遇见？厕所。加油站。我刚才听到地铁站。地铁站啊，地铁站啊，要去啊。对啊，现在最近 MRT 是 breakdown， 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总统应该会去视察一下，看看有什么要可以进入。好，那我们就两个总统在地铁站，我们给他们15秒时间，15。
地铁好像不知道跑去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地铁跑去哪里，break down了。所以可我想刚才他们一开始有点混乱，以为在比 high status 吧，对不对？但过他老婆出来的话，他马上就变成会说头乌龟的感觉。好，请两队刚有出来的队员都上来，好不好？好。那我们首先，我们先给我们的北斗七星评分，3、2、1，5777，26分。好，接下来我们给我们的隔壁的老王评分，1、2、3，5655，21分。好，谢谢两队，谢谢两队到后台去休息一下，非常快速的，让我们赶快把猛鬼总动员请上台。所以请猛鬼总动员还有黑色幽默上台。黑色幽默，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在哪里？让我们上台。来，大家动作快一点，请动作快点，摆好你们阵型，摆好阵型啊！这个陌生，对不起，对不起，主持人，对不起。然后呢，我想跟同学分享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一直上工作坊的时候，一直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为什么我刚才两队都给5分这么低呢？就是一直提醒，一直提醒，就是你们没有张开耳朵去听清楚，然后你们吵架很厉害，可是。有没有听清楚对方讲什么，然后回应对方什么，而不是一直吵一直吵，一直按照自己吵，而且连观众给的场景也忘了，也听不进去，然后所以就没有了。 OK， 那所以现在我们学 Theater Sport 啊，玩这个剧场的游戏啊，除了这个玩游戏表演之外，其实很希望大家从这些游戏当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比方说我们真的聆听对方，你看我现在在讲，他们还没在听，一直讲，这几天里面一直讲，然后没有，根本没有听进去啊。那如果不听清楚，你怎么样可以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进行这个游戏呢？进行这个表演呢？是不是 ？OK。啊，观众不想看到是你们在舞台那里吵架，然后吵什么也听不进去，啊，一直吵一直吵 ，OK， 好不好？我们在表演哦，所以我们 give and take， 我们为什么会有 offer， 为什么有 accepting， 是不是？那所以我们要听对手，要给空间对手，然后大家一起合作，演一个好的故事给观众看，而且带出一个正面的讯息 ，OK， 好不好？那大家要记住啊，好，谢谢，谢谢这个表演，大家要听取这个表演的意见，合作才是关键。好，我们两队人马，请摆好你们阵型，请队长出列。队长 ，OK， 那他说好，花，好。结局我是头，所以由我们黑色幽默挑战我们的猛鬼总动员。好，快点决定好你们玩什么游戏。3、2、1，我们黑色幽默挑战你们猛鬼总动员，高兴奋。高身份，我们猛鬼总动员接受你们的挑战。好，谢谢。好，黑色跟刚才游戏是一样的，但是这次呢，他们要比的是高，对，所以是有两个身份非常低的角色比，看谁的角色的身份比较高。好，那有请两队派出两个表演者，两位表演者派出各派出一个表演者。
OK， 好，那我们需要一个非常低身份的，叫一个比较低的，对，盖乞丐，有乞丐，嗯，还有吗？观众，富有囚犯，囚犯，囚犯，好，我觉得囚犯，囚犯跟乞丐吗 ？OK， 囚犯，囚犯跟乞丐，好，就一个囚犯，一个乞丐吗？好，好，那在哪里呢？在哪里？下水道 sewers 哦，好，不错，好，那就一个乞丐跟一个囚犯在下水道，15秒时间，15、14、13。那我们先给黑色幽默评分。不客气，在我评分之前，我想问一下，到底你们现在玩哪个？玩高身份比身高。对啊。比身份高。对啊。是吗？你们真的觉得自己在比身份高吗？为什么我们觉得你在比低呢？我觉得我们在比。那比谁比较伟大？因为不单只是道德，还有记得吗？我们上课讲啊，又不听哦。上课的时候有讲过，啊，除了道德之外，我们的状态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理直气壮的去讲话？有没有说话？身份地位高的人会命令别人的，有没有讲过？哦 ，OK， 好，谢谢。好，谢谢 Jackie 老师。邓小平，首先我们给我们的黑色幽默评分3。